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今天我们的新房装电表，等一下的话呢，等装完了之后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装一个电表需要多少个手续，然后才能有这个电表。现在师傅们正在这里装着，先看一下。阿花 ，Hello， It's you， 他是你，我不比，我不比，做过八次啊。哎呀，穿得这么白，就是它裹上去也看不出来。哎，对哦，刷了个新颜色哈。对呀。你用啊？有，几根和几根差不多。漂亮的电表已经装好了，姑姑。来，爸爸有电表了，过来，我们家以后有电表了。那个，跟大家讲，分享一下，在咱们农村建房子，拥有一块电表要经历了什么？首先的话，我们建一栋房子的话，要先去申请，去土地办去申请。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它本来是可以建130的，因为是丘陵地带，然后我只建了120以内，然后变成了111个平方。有了这个房子之后，你就要到土地办去办手续，然后再开一个证明，到派出所去分户口。户口分出来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户口本，有个户主就有那个地址了。你有了地址之后，你又要再回到那个土地办去开一个那个房子的证明，就是建房子，你要审批嘛。发证嘛，你在发证要建这个证的同时，你要先到那个计生办计划生育那里去开一个你的户口本里面的所有的人的那个近期的计生状况，就是那一张证明，然后把证明拿回来到土地办，你再到土地办去给派出所，然后的话派出所就给你办理门牌号了，那个门牌号还有那个有门牌号就可以装电，然后你拿了这个门牌号的这个派出所开的证明之后，回到土地办去，好了，土地办那里就给你把这个房子的手续给你办了，然后呢有一个证明出来，房子办手续没有这么快，那个不动产证，现在农村是不动产证，然后那个手续没有这么快，就会先开一张证明给你，你就拿着你的户口本跟那个土地办开的一张证明去供电所去申请，然后供电所去申请之后就会过几天申请完了之后通过了，然后他过几天就叫人先来看看一眼，看好你这个地方要不要种电杆，要不要加装那个电线杆，然后不用加电线杆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弄清楚了之后确定了可以装了，然后今天就派人过来把这个电表就装了，因为之前已经来过两次了，今天装好了。这个从这个手续一直办下来的时候倒是花了不少时间，毕竟来讲每一道手续你都要丢了，
每一道手续你都要那个做好工作，因为建一栋房子确实不容易，看一块小小的表不是随随意意就能拉的。好，所有的手续都办齐了，也跑了很多个趟，来来回回跑，不过特别高兴的，毕竟啊遵守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条约啊，什么咱们都要做一个合法的好公民，我们要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好了，优酷，我们家的电表好了哦。他回个屁。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电表装一块电表经历了什么才会得到这块电表。好，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农村自建房每一步都不容易，喜欢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